春节前夕，疫情从武汉向全国蔓延。西山岛坐拥太湖清翠之美，因四周环水的地理优势，把病毒隔离在外。为了不让病毒进岛，大家都为疫情严防死守，进岛检查测温，进村排查登记，非本岛人一律不得进入。所有的这一切都在等待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等待一场平凡的日落，等待口罩脱掉的那天。和平年代里，我们正经历着最大的动荡与震撼，时代逆行者在为我们负重前行。西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，疫情把人与人的距离拉远了，但心的距离始终紧紧相依。我们并不是一座孤岛，西山岛是遗落在太湖上的世外桃源，再渺小的微光也是时代的炬火。不让恐慌成为一种瘟疫，让我们携手与共，共度难关。西山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